经啊，要看佛经啊。发飙的时候更厉害，因为佛经看多了更骄傲，骄傲的时候更看不起别人。那虽然看佛经，但是他还是没有断习气啊，这样对他没帮助。那所以，哎呀，我的老师这么苦，都还可以忍了，那我们有什么不能忍呢、啊？对不对？提醒我们。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道德是慈悲吧，啊，因为他就像个医生，医生不是为了赚你钱，他只想医你病，那这个是好有爱心的医生。那各位，如果你没有去找到有爱心的医生，他就不该给你开刀就给你开刀，啊，对你这个小病他也没什么好关心，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有爱心的医生，啊，所以但是他具备的就像我们母亲一样。啊，关心你超过关心自己，而且平等的，而不是说我对你有钱，你有钱多一点供养我，我就对你好；没钱我就不理你，那就不符合这个资格啊。第二，具有智慧，真实了悟生命与生活的真理啊。我们的生命的真理是四圣谛，佛陀讲了，生命的轮回是苦的。生命有三苦、二苦、八苦，这一点要去了解。啊，苦的原因要了解。啊，乃至那活下来的目的是干嘛？有了这个生命，那生命的意义在哪里？啊，生活是为了修行，生活也是为了断烦恼来利益众生，要有这个智慧。那当然，透过经典，我这里面他们写的生活与生命，他不特别说深入经藏，因为是要把经典的智慧用在生活跟生命上的智慧，而不是只停留在经典上的智慧。啊，就像一个经济学教授很会讲，那叫他去开公司居然倒掉，是吧？那他这个经济学的力就不大，所以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听某某董事长来讲企业管理，就是因为人家是赚钱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讲的这是实在的知识，就实在的智慧。要具有这种能够帮助生命、帮助自己跟帮助别人生命生活的智慧。第三个，还要有方法啊，因为没有方法，那对方也不能接受。要具备技巧与智慧，能够以灵活的方式教授他的觉悟，能够引导学生体会到他本质具足的智慧。就像佛陀，各位看佛陀的故事，阿罗汉没办法教的，佛陀都可以教。阿罗汉都放弃了，就像周利盘陀，你还俗吧。但是佛陀可以教周利盘陀成为一个阿罗汉，啊，因为佛陀也有这个技巧、智慧，而且 无量无边的神通。阿罗汉八万大劫，他看不了再远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没办法分析。所以这是三种。那请看第八页的第一行第九，那我们要找到一个善知识，我讲这个是希望各位两边都要学，一方面期望自己成为别人的善知识，啊，就像你生病久了，久病成良医，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，但是一开始我们要去亲近这种人，将来我们青出一蓝胜一蓝，希望能够啊帮助，就像我的老和尚收徒弟，收徒弟就是希望徒弟比老和尚做得好，这就是对老和尚最好的供养。我们佛弟子啊，真心的修行，能够承担众生苦，能够传播佛法，那是供养佛陀最好的方法。所以做了一个善知识，各位想要发心做菩萨，菩萨就是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的人。那你要具备什么？第九念下来，他能够用敏锐的智慧斩断疑虑和误解，他的心充满了对其他众生的慈悲，如同母亲对唯一的孩子充满慈悲。就像各位看文殊菩萨拿了一个智慧之剑，各位要这个智慧不是砍别人哦，斩断自己的无明，任何一个不正确的执着，马上又马上给他斩断。啊，现在有些人是专门看自己看别人的缺点，就看不了自己缺点的人，很讨人厌的人，啊！但是文殊菩萨不一样，他这个空性的智慧剑斩断自己无明。你斩断自己无明，保持在空性的时候，这个空性自然发光，让别人来学你，因为你有这个过程嘛。
啊，这条路你已经走过了，那别人迷路你就可以指引他。所以各位要有这种，而且这个转是当下转，而不是说拖拉拉的啊，要很利的智慧的利剑的斩断自己的疑虑误解。什么叫误解？误解就是无明啊，明明那个是苦的，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呢？啊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幻的苦的，结果你去着相了，哇，这个男人好帅啊，这个女孩子好美哦，这个美你就看看她里面美不美。对方跟你讲我爱你，你冷静一下，你爱我什么？钱呢？性感呢？我可以跟你谈恋爱啊。这个爱就很肤浅，你去分析以后你就觉得原来对方只是利用我而已啊！你去分析这个世界是一个虚伪的世界，和尚只有两条船，名跟利都是为了这个而已啊！人跟人互相利用啊，这没有真心呢，那就没意义了。所以他的心就像对独生子的爱的慈悲，所以不是对一个人啊冤亲平等，一个恨他人，佛陀都把他当作是独生子，就像提婆达多要暗杀佛陀，多少次要暗杀佛陀，正面也要杀佛陀。当他生病的时候，人家通知佛陀，大家好高兴啊，幸灾乐祸，害人精提婆达多病得快死了，佛陀马上站起来，我要去看他啊！佛陀你要去看他？佛陀说，如果我去看他，就像看我独生子罗侯罗一样，他病会好起来的。真的吗？佛陀用这种行动感动那些弟子，结果佛陀去看了，然后呢提婆达多马上就好起来，当然好起来还是继续害佛陀而已了。但是佛陀对他的爱永远没有改变，没有间断啊！那这个叫老师嘛，所以我想我们这应该去学习了。所以我们看佛经很好，这些方向都有了，那跟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你能不能接上？你不能说啊，那是佛陀跟我没关系，讲这种话就是不能直下承担。我们跟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佛有佛性，我也有佛性，佛可以成佛，我也可以成佛，你千万不要找借口啊，说我做不到，谁都做得到的。要不要？那为什么做不到？就是没智慧。有智慧马上就斩断了，一点执着都没有。好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去多祈请文殊菩萨加持啊，去了解如何开发这种立即斩断了的智慧，不然你会一直放不下，放不下那个事情。再来第十，如果你修行一指一位上师，如实地遵循他的话语，你对教法真谛的信心将与日俱增，能够在你这一期的生命中证得金刚持的果位。就是说信心啊，各位，如果我们去亲近善知识，如果你能够把善知识的话100%的能够去依教奉行，你可以一生就成佛啊！这个就是在密乘里面强调的，一生成佛，他就不离开根本上师才可以啊。那当然所谓根本上师，他可能也是个人，他也有他的习性啊，或是你不习惯了，但是你都要认为这个都是个加持啊。当然你要去接近一个根本上师，但是你要观察很久哦，你不能说随便他知名度很高你就去接近，那也不行。你要按照佛经里面他也没有具足善知识的十种德行等等等等啊，很多佛经写的十种德行、八种德行、四种德行、三种德行，然后你这些都要知道，然后就像拿个放大镜去看去检视啊。我想各位就像你结婚一样，你也不能今天谈恋爱明天就结婚吧，你总要谈一谈，然后看看他家一段时间，搞不好很长的啊。那对于解脱的善知识更要观察，那你观察完以后你决定依止他说三知识，那你就不能退转，你不能看他的缺点，你只能想他的优点，因为你看他缺点你就会想要跑掉啊。所以就像迷人如来被磨练一样啊，你不这样磨练他，然后他就看不到真理，也代表他的不退转，所以他才能够离苦。翻过来请各位看一下第十
八业。那善知识最主要要对治我们的烦恼啊，然后呢，这个烦恼有哪一些？然后你要用什么方法？所以第十八页我们念一遍，第八这一行来，无论哪一种烦恼占了上风，你都要施以正确的对治解药。一，强烈的贪欲升起时，你要思量贪欲对境可恶的面相。二，强烈的嗔恨升起时，试着去感受更多的慈爱。三，迷惑愚痴升起时，你要思量轮回的缘起。四，嫉妒升起时，你要观修自我和他人的平等。五，骄慢升起时，你要在心理上设身处地。好，那我们修行就是要消除这五毒烦恼，贪嗔痴嫉妒傲慢。那这五毒烦恼会让我们生死轮回很苦。那基本上各位，虽然我们讲大乘利益众生，但是你首先一定要对治自己。那你对治自己，那你也找到对治自己的方法去帮助别人啊。所以第一个，强烈的贪欲，眼睛看啊，耳朵听啊，特别追求欲望啊，感情啊，那你要去想它的负面的，这个叫不净观啊。就像现在18岁的男生，他就会去想要看 A 片啊，看性感美女，抱抱她啊，这个叫出众的烦恼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佛法，他真的很苦哎，他就一直在那边煎熬啊。我也认识人家这样压压压，男生压成女生，他就惯得变怪怪的啊。这种佛教是一种净化，而不是压抑。压抑，我不能结婚啊，他从小就出家。他不能还俗，然后他就硬压压压压，压久以后脾气怪怪的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了解，那这个东西会快乐吗？啊，所以你要思量贪欲对境可恶的面相，叫不净观。在漂亮的外表里面都是脏的血啊，你满足这么多金钱以后，变成钱的奴隶，而且。很多人就会来威胁你、骗你，啊，甚至呢，你要缴多少税金，然后每天就很烦，啊，所以这些欲望更可怕的是轮回，轮回，爱河千尺浪，苦海万重坡，这些欲望会让我们生死轮回。我们生病很痛苦，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体。那如果你有男女的欲望，那你永远会在轮回，啊，还有这个情的执着，那心情更痛苦。那你要不断各种欲望，你都要去想。第二，强烈的嗔恨，这是习惯性。今天有人骂你不顺境，你马上就脾气就起来啊。特别你对你小孩子，我跟你教那么说，有人会把小孩打死，就是这样啊。因为他对他有感情，但是又控制不了这个嗔恨心，然后他就会打他、骂他、伤害他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想的对境。试着去感受更多的慈爱，你要去同情他的弱点。所以各位，你平常就要准备好一直修慈悲观啊，我怎么样爱我所爱的人。第二个，你要观想如何爱那些不认识的人，那你这两个修得很好了。第三个，我也如何去爱那些伤害我的人，因为他就是无明嘛，他就是不了解啊，造恶业，所以他如果知道他干嘛伤害自己，他就是不知道。那你要去替他想啊，而且也希望他能够离苦，而且去对他好。你要一直这样去观修啊，去思维。当然这里面更强调这叫感受，感受到对方的苦啊，感受。特别我们了解因果的人，这个人这辈子杀人强奸，然后他被判死刑以后还要下地狱，哦，地狱无量劫，然后恶鬼道，你去想这些，哇，他真的很可怜，他真的很可怜，啊，就算你轮到你去执行死刑，你要想让他这么苦，以慈悲心，砰砰，没办法，而不是说你这个坏人，你该死，啊，而是用慈悲心。所以一个人越不懂佛法，越让我们慈悲。所以佛陀说，他已经证了空性，
但是众